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暑修微积分的同学陈子琪，我要来更正一下我第十题的答案。第十题我要感谢电机系的魏建明同学，他帮我更正，就是在后面我在解Apple Job X 的range 的时候，我这边后面有点出错了，就是我这边写的是这个东西的 range 就是 y 的范围，就是当 x 有实数解的时候，那 x 有实数解的时候就是 b 平方减 cac 大于等于0，我这边忘记有等于了，所以我这边补一个等于的话，那后面的这个范围就会变成负二分之三小于等于 y 小于等于三分之二，所以这个f of g of x 它的 range 就变成负二分之三三分之二，然后我要回应一下魏建明同学，他在算 endpoint， 他最后算的是就是把三分之二的这个端点不算，就是这边等于去掉，不过我的看法是不用去掉的，因为他的求法呢，他是把他可能是看错了，他把这个 f of g of x 跟 f of x 有点搞混了，就是他认为呢，这个 f of x 的 range 会等于 f of x 的反函数的 domain 嘛，可是这里是 f of g of x， 所以会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是 f of g of x 会怎么样嘛？我们假设 h of x 会等于这个。然后我们再来看 h of x 的 range， 它会等于 h of 负 ex 的 domain， 那可是我们不知道 h of 负 ex 是不是存在的，所以我们要先验证 h of x 它是不是 one to one function， 那如果是 one to one function 的话，那这一条就会成立，那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一条到底有没有成立，我们把 x1 跟 x2 把它带进去，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分母都是大于0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交叉相乘。交叉相乘呢就是这样，然后展开变成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一样的给消掉，然后我们会发现最后只剩下这样子，所以 x1 减 x2， x1 平方减 x2 平方等于0。所以 x1 减 x2 乘上 x1 加 x2 等于0。那因为 x1 跟 x2 呢，它的定义域都是所有的实数，所以也不能限制说这个会不等于0或是怎么样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 x1 就会是 x2， 或是 x1 会是负 x2， 这样。我们就不能说 h of x 是 one to one function 了，那我们也可以间接的表示说 h of x h of ex 是不存在的，所以 h of x 没有反函数，没有反函数的话 h of x 的 range 就不能用 h of ex 的 domain 来判定，因为 h of ex 根本就不存在，所以我认为 h of x 的 range 还是我原本，我想的是负二分之三到三分之二，然后是有包含的。